他的话会来设立，我感到最好的，我一直说他的牡丹啊，会的画得很好，没有俗气啊。另外有一张画，就我看到了，好像黄河在咆哮啊，在有一张这个、水彩的这个风景画，向他的光，感谢他对我们香港的贡献啊，对大家的贡献，谢谢各位。感谢师傅。榮寶齋香港有限公司總經理周柏林先生為我們致辭。今天呢，第一次來參加莊老師的畫展，感到非常榮幸，也非常激動。看了莊老師的畫呢，給我幾個印象特別的深刻。第一個印象就是莊老師的畫充滿了激情。剛進門看到莊老師畫的幾幅牡丹，還有人物，他的用色那種大膽泼辣，用笔速度这个力度快爽快，就是非常夺人的耳目。通过这么多作品呢，我看到了庄老师在艺术上走过的历程，看到他绘画基本功的全面。从作品的风格，我看到庄老师在东方绘画和西方绘画都有很深的研究。他虽然采用了东方绘画的构图形式和这个用毛笔宣纸画画的方式，但是在他的绘画里，我更看到他西方绘画的功夫很扎实。特别是比方说牡丹，比方说咱们刚才盛主席说的那个黄河颂，能看到庄老师在速写、素描这方面的基本功是非常深厚的。